鲁迅火了，火得理所当然。我想大抵是南风天回潮，空气变得异常湿润，墙壁上挂着水煮，干不了。我想我应该也是和这墙一样，我也干不了。不驰于空想，不务于虚声，不人云亦云，青年当则立。夏天的屋子里颇有些闷热，拿起了许久未沾水的钢笔，总觉得该写点什么，又不知如何提笔。大抵是这天搅的人心情烦闷，一笔一画写下你的名字便作罢。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，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，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。当文学家浪漫起来，你可招架得住？叶先生说的这话不无道理。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，他的精神乃至笔锋早已浸润至大众心里，所以才会在暌别半个多世纪后，仍以如此诙谐又顺应时代的方式被网友呈现出来。网友这一段段告白的话，是在告白偶像，也像是在告白鲁迅先生，更像是在向当年的文化致敬。